觉得也是比较正统。现在谁领先？他们领2-2，可收2-1领先。可收领先。对，你算的夏天和许超，对，两个咱就不一定输，不一定输给他们，因为毕竟线比较弱一点。你看他控制一下就可以了，对吧？控制。他就是加州和可松打到2-2啊，决胜局，决胜。他这个加州现在手感还是非常好。
夏天他们那个酸奶也是第一组。夏天那个跟蜀超，我觉得他们配合的比那个六房还有谢尔来的好。这组。加州现在还控制的比较好，不过现在比分拉开。这么久不用反了，对，也没必要反了，这么就那个互上就好了。刚才有个反了。好球！反手反，要求有点高。文静加油啊！把他们拿下，你们就小组出线了。文静，你不要挡住了，我在拍。